王大獎嘅得獎者，俾啲掌聲佢哋啦！冇錯啦，鼓勵大家繼續喺我哋教會嘅網頁投稿分享。由於中秋節嘅關係，喺十月第一個星期一舉行嘅教會祈禱會將會順延一個星期，所以教會祈禱會將會喺十月八號先開始嘅。幾點啊？七點半。所以一定預埋你啦。恭喜曬！今年咧有一班新嘅 T03 弟兄姊妹正式咧受洗加入神嘅國啦。冇錯啊 ！T03 嘅浸禮主日將會喺10月20日舉行，大家記得帶新朋友出席啦。十月份嘅家長組長會將於10月21日晏晝2:30舉行。冇錯啦，請所有家長、助理家長、組長同埋助理組長出席啦。嚟緊聖經侍奉學院將會頒發 F01、F02、F05同埋 F06 嘅證書。證書咧將會喺10月1日至10月6日嘅小組或者家聚裏面頒發嘅，記住留意啦。2012年度聖經侍奉學院壓軸課程 F07 栽培探訪課程。嚇、啊！但係我都成日同人哋做栽培嘅啦，咁呢個課程我又學到啲咩啦？透過上 F07 呢個課程咧，你能夠學到點樣利用回家百貨去栽培你嘅小羊，讓佢哋明白到咧回家呢個信息嘅。咁探訪呢？探訪啊，咁不如我問下你啊。假若你去探訪嘅時候，你見到一個婆婆，佢讚你好乖仔喎 ，Dicky。咁跟住咧，佢就俾咗封利是你，咁你應唔應該收呢？啊，你個樣好迷茫啊。咁再嚟第二個問題。咁假若咧，你而家又去到第二個家庭啦，呢、這個伯伯啊，佢話 Dicky 仔，我冇錢食飯啊。咁你應該點樣幫佢呢？嗱，你個人都係好迷茫，但係咧上 F07 嘅時候咧，喺探訪呢個部分咧就能夠幫到你解決曬你所有嘅問題啦。呢個課程好適合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即使你未上過任何 F 系列嘅課程都可以嚟參加噶。大家好，我哋 Skyrim 天空教室團隊。天空教室係教會新成立嘅教育事工，我哋理想係透過補習服務提升學生嘅學業成績、品格，帶領佢哋更認識基督，活出豐盛人生。嚟緊新嘅學年，我哋會推出全科功課指導班，為學生提供功課輔導同埋核對、温習默書、小測、考試，提供進階中英數練習。我哋係小班教學，導師都係經驗豐富嘅大專生。我哋嘅課程係收費嘅，但係書簿津貼全面或綜援家庭，小一至中三嘅學生係學費全面嘅。查詢或者報名，請打3691-9971揾范先生。天空教室與你同行。今日時間又差唔多啦。如果想重温我哋 TPA News 嘅精彩內容同埋講到嘅話，就可以去到呢個網址。拜拜。